pull you off. Huh? 也不知道中间的后事，你想怎么查就怎么查。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按照全景的程序，一步步的往下走，不出岔，别违规，咱就算是站好最后一班岗了。反正全景之后，你是要离开山南村的，你说是不是？ 我是想啊，其实我不干了，也要为山南村选出一个好干部来。这事情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吴天成，吴天成，王天亮，吴天成，王天亮，王天亮。 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一名生辰八字生产的一门占卜术，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，灵符法师，道长微信2088-2988。吴天成，吴天成，王天亮，王天亮。 王天亮，吴天成，王天亮，王天亮。下面我宣布，山南村新一届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是王天亮，吴天成。 是朱永发催了你让你参加竞选的？我自己要参加的，和朱永发没关系。你看你，这刚过上几天的消停日子，怎么又折腾了？ 亮子，你听我的，你好好看你的历史框，别参加竞选了。不是说每个公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吗？你凭什么剥夺我的权利？亮子，你这是故意惹我生气呢，还是好赖话听不出来啊？你爱怎么想怎么想，反正我绝不退出竞选。 行行行，你能耐大了，你选吧，你选吧。我跟你们几个说啊，一开始啊，我就不同意天成参加这个竞选。为什么呢？我认为啊，他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还没有达到我当村主任这个水平。可是你呢，就不听我的话。 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。当然了，你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参加竞选呢，这是你的权利，我不能给你剥夺啊。在正式的选举之前，我必须严肃的强调一点，你必须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之下参加竞选，啊，绝不能花钱买选票，更不能贿赂选民。那亮子为啥能当上候选人呢？ 是吧？他肯定花了不少钱请客送礼。如果咱们再没点举动，是不是就要吃亏了？哎呀，亮子的事我管不着，别的村的事我更管不着了。你要想当那个村主任，你必须给我走正道，不能走邪道。老大，我来了，老大爷。